求职者接下来两年将可从一系列的职业展当中受惠。马来亚银行出资50万元，同5个社区理事会合作，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与指导。首个职业展就提供1000个职位空缺。首个职业展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在淡宾尼天地举行，11家公司提供1000个来自物流、交通、企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当中包括技工以及专业与执行人员的工作岗位。除了职业配对服务，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也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指导，提高他们的受雇能力。工作的导师会帮我们的那些居民们呢探讨有没有其他领域的工作去做，或者在技术方面从何去做一个调整适应性的工作环境。朱贝庆表示，目前物流、半导体等高增长领域仍有不少的职位空缺，一些雇主的思维也有所改变，愿意聘请没有相关经验或技能的求职者，并为他们提供培训。